的，来，麻烦谢老师。这楼梯淡薄啊高，是你是我的性命，来现场破声讲一下。袁倩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
为咱唱这首《你是我的性命》啊，各位评审，还有各位嘉宾，大家好。你好。今天我们本来准备一些好像国标舞啦，但是场地也潮湿，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在这边只有喊几声口号就可以了。好。好。这个三号台也是我们嘉义长兴大学的我们这个班哦最受欢迎的。啊，所以我们都要立春就要宝贝。好，现在我们为宝贝加油，来，宝贝，加油！宝贝，宝贝，加油！加油！宝贝，宝贝，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好，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我们三号的许云真的加油团哦。来来，掌声鼓励许云真小姐第一个梦，好，向高丽姐。
过呢，咱的三号选手来自大陂的许银娟哈。请小心安全哦，请小心安全。你好，喂，恩庆继续挂片。你好，谢谢。你唱的歌名是《阿母的温情》，谢谢。来，拍个声鼓励一下《阿母的温情》。一蕊天阳花，想了阿母的再会。你照顾我身体勇敢，要关心你有阿娘，不是为着我的将来。Thank you.
谢各位，感谢恁好未来的林丽华哈，一间厝来，好谢各位一个。谢谢。对吧？好，来来来。
生生真正美丽，两人合照乎变天成地。水多情像红樱桃，愈看愈可爱，愈看愈可爱。希望有机会对你来表示，心爱的人，心爱的人，可比天更天。谢谢谢谢，多谢，感谢感谢。你路边小路真客气，嘿，勇气就伊阿尼，袂情袂满面红滋滋。请问姑娘去倒位？予我送着你，予我送着你。感谢感谢，谢谢谢谢。有一个痴情爱你着你当作性命，无眠无日时常思念你。小姑娘，你无表示，害我变相思，害我变相思。到底你对阮有情也无情？心爱的人，心爱的人，可比天更天。谢谢，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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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好，下来，咱跑过来，感谢，感谢，感谢。
好，谢谢各位姐，来园长来的孔燕宇，来唱一首《黄母情》。男子汉哈，
来，就请个破声鼓励一下，感谢这是咱北寮老人会舞蹈老师所带领的花鼓队，感谢感谢。轻轻地起床，在眠床头，枕头小小烫。像天地的苦比地重阮心痛用感情的爱一世人用感情的人怨叹山崩地无心温暖，选手许振中，各位好，我是来自西丽红线帽，为你所演唱一首日本的歌曲。我托你出去哦。哦，来拍下鼓励一下日本歌哦。
此寂寞，求Thank you.
想不起云朵哪里可藏，谁说相遇路不可及是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哪一个草，所以不要烦恼，开心就好，用一句爱，用一微笑，人海呀，人海呀，茫茫啊，随波逐流。一首歌。
选手来，爱阮如今情缘花，会当对相逢缘切，一点滴滴的心花，便无地找。当初三明解释。
梦也难看的酒，又醉一个。唱一首《缘长情短》，缘长情短，就是好，先过来一个。是一种关系。
的子弟。延长经典哈，快声，破个声，鼓励一下。
下故乡远，一路思念手无离。愿为情走千里，啊，无缘的人最后一目也断肠，了断你我的情丝。谢谢。咱考后一个些舞蹈会啦，哈！啊，你有计划问你？摇头花片。天边粒星，孤单依偎，阵阵在闪烁。何必为阮珠泪干目睭？阵阵阵阵阵阵声哀悲。柳青，柳青，为什么？为何造成阮的分开？如今你在哪里？朝天涯也要找你，为着一句一句我爱你，思思念念。我真思念你，期待相逢，一日过一日，何时何地你我再相见？谢谢。看见天边一粒星，孤单依偎，阵阵在闪烁。何必为阮珠泪干目睭？阵阵阵阵阵阵声哀悲。柳青，柳青，为什么？为何造成阮的分开？如今
在哪里？走天涯也欲找你，为着一句，一句我爱你，思思念念，阮真思念你，期待相逢，一日过一日，何时何地你我再相见？谢谢。好，谢谢。
都只有一趴哦，哈。日本語クラスの老人会、今日はカラオケ大会の応援に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皆さん一生懸命踊りますので、どうぞ最後ま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这个精彩的演出啦，感谢，谢谢咱的啦啦队。啊，先来祝福着咱现场各位来宾，大家当身体健康，爱当虎年行大运，虎虎生风，哎，当来万事如意。好，来，这边来献唱一首《康丘王》，感谢。来，马老师。Oh!
是什么？你看我。唱一首《康秀王》哈，钟寿老师来为咱做讲评，拍下鼓励。好，感谢各位，我在此哦，先接到哦，大家拢好奖项哦，唱出人生的精彩。尤其咱来讲舞蹈，唱出你的感觉，和咱重新在人来讲青春，重回青春的时光，好欢乐时光。那么今日我先大家拢。会当感觉讲，咱刚才在欣赏一场吼非常精彩迄个春节联欢晚会吼，所以我在此吼先祝给咱各位吼，2022新年快乐，万事吉祥如意，阖家幸福安康吼，然后事业宏图大展。那么我相信大家唱歌是在五六的时阵，我应该较简单的，敢当将大家可能看。会发生的一挂小问题吼，我用足简单的迄个解释吼，我先卖占大家太侪时间咯。咱只唱歌往往，如果咱嘛讲话的时阵哦，这迄个麦克风吼，伊占用的迄个共鸣，迄个分数足重的咯。咱如果讲话，咱嘛将喂吼，咱如果我们咱即摆嘛是安尼，如果嘛无用麦克吼。咱讲话是真自然，但是咱的唱歌时，咱大家拢听到种安尼的头，我感觉有些，敢那人咧讲，头咱这偏爱是，即摆恁在大家感觉讲，我好像讲话不清楚，还是敢那甚至音要走位哦。还有咱唱歌甲讲话有迄个一个相对应，所以相对应讲哦，即摆咱虽然有些咧唱，敢讲大声是一个困难，啊尤其。咱早期迄个时阵，我心内，咱也习惯准吼，人咧讲准啦。但是有时啊，往往的时阵，咱嘛伤过强调这个准音吼，第一点，迄字也袂清楚面。咱来讲，咱唱歌，确实叫无唔对，但是往往咱一定要从概念来讲吼，咱音乐是从优雅感，譬如。咱来讲一个迄、那个，咱大家拢真唱了一条歌，比如讲，迄、那个无情的
喇叭声音是这样的啊，咱们讲无尽的喇叭声，这个你容易就是讲人咧讲个训练好啊，而且真紧就容易噪音吼。所以讲，我应该给大家一种迄个概念讲，无一定爱大音拢真大声啊，但是还有咱咧唱歌的时阵哦，我是建议讲吼，尽量有自然的动作，因为为啥你话唱歌拢安尼时阵哦，你咧第一点看起也无看啊，然后。个另外一点就是讲，到尾开会无去哦。啊，个咱今日在唱，我感觉大家有足侪人了吼。咱咧唱歌甲讲个同款拢，大家拢习惯要夹关夹关。咱即摆这样的话，讲话变好像喉咙声去。譬如诶，我咱假设来讲，我心唔来，譬如讲，我心唔来，那我咱嘛叫我心那。有没有感觉？我敢那哑翻呀，那个声音有可能就破去啊。所以大家我讲的意思讲，咱这样来唱歌的时候吼，尽量不要讲一定要大声，然后第二点呢，敢那讲尽量做动作，借助所谓的动作拢第一点看起来好看，啊，然后吼啊比较较袂讲可以一直唱一直一直，啊，尽量就是记住一个原则咯，卖大声唱，因为大声唱吼。啊，甲准音伤侪吼，足侪地点办袂准，啊音管你咪袂袂稳咯。吼，那大概是安尼，因为每一个唱，咱即个时代是唱是唱出家己的精彩，家己的兴趣了，所以咱不必要敢若讲太过约束上过侪，讲尽量咧夜麦过的时阵，大家控制好，头目夜管夜管，啊个有时啊低音的时阵，你看咱如果低音回声啊个回声。啊，你嘛加咩声加也加声，为声啊，就一条，因为咱麦克风如果低，然后佮滚的时阵吼，伊个声音里面出讲加咩时阵吼，咱麦克吼尽量莫也远，啊，佮来头莫也加个，也加声去撇掉。以3000元的奖金够奖杯，第二名是2000元奖金，啊，够奖杯嘛吼，啊，第三名嘞。1500元奖金及奖杯，第四名是1200元，200元的奖金及奖杯，第五名是1000元的奖金及奖杯，第六名的第10名是600元的奖金及奖杯哈，所以我们长青组等于14位选手，我们取前十名啦哈，对，取前十名。好，那中青组一样是取前十名，是的，哈，那奖金跟奖杯呢，跟这个长青组我们刚报告的都是一模一样。当然，等一下还有一个特别奖啦哈，最佳啦啦队奖有3名，那我们有奖杯跟奖金1000元，最佳造型奖1名啊，奖金这个是1000元，还有一个奖杯，最佳火力奖也有1名，好，我们也是1000元的奖金再加奖杯，是的，好，那接下来。请问那个我们现在是邀请我们的理事长以及我们的处长好吗？我们邀请处长上台来为我们颁奖了，好不好？好。首先，我们来颁发第10名，西罗高金青先生，欢迎来，请上台。请上台。咱这边名哈，请赶紧上台来领这个奖金加咱的奖杯哈。来，有啊，有在现场啊。来，请问高金青大哥。高金青大哥，那我们第6名跟第10名，因为他是同样的奖金跟奖杯。没关系，我们接着来好好第9名哈，来。来，第9名斗六郭新奇。来。第8名口胡蔡次郎。哦，来，上上台。第7名北港张信德。来，信德大哥，点滴。第6名包中蔡青生。哦，来，有伫现场的请上台哈，啊，现场来，辛苦咱的科长了哈，真的是科长。从我的左手边开始排起哦。第10名高金青先生。好，第9名。第9名斗六郭新奇小姐。好，第8名口胡蔡四郎先生。好，再来。第7名北港张信德先生。是。第6名呢？第6名高中蔡青生先生。好，来，好，我们现场4位没关系哈，来。
来，只有一位，没关系，没关系。好，好，来，我们请处长先来为我们颁发奖杯，来。咱这拢算优胜啦，哈，拢算是优胜啦，袂用紧啦，咱赶快啦，哈，来，嘿，都是优胜，都是优胜，拢赶快啦，哈，来来来，咱台电下哈，好，理事长为我们颁发我们的奖金，来，我们往前站啦，哈，哎，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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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好，赞不赞？赞啊！好，恭喜，来，我们欢迎下一位得奖者，来，请上前啊，来，理事长帮我们颁发奖金，然后文字处长帮我们颁发奖杯，来，我们的选手赞不赞？真的是荧光闪闪哈，来，好，谢谢，来，下一位得奖者，来，我们请往前。好，来，奖金以及奖杯哈，我们的理事长跟我们的处长一起来颁发。来，我们的选手赞不赞？谢谢。来，我们的下一位得奖者。好，来，赞不赞？好，来，谢谢。来，我们下一位得奖者，下一位得奖者。来，我们往后一步哈，来，我们往前，来，得奖者往前一步，来来来，来，好，文字处长帮我们颁发奖杯，理事长来帮我们颁发奖金，来，我们的选手赞不赞？好，谢谢，恭喜我们以上的得奖者，恭喜恭喜，好，来，处长请留步，拍个照。来，恁徛中哈，处长甲理事长徛中。第六名、第十名，恭喜得奖者。来，阿恁徛徛较斜咧，徛较歪一丝啦，哈，来，好，好，来，行到头前咧，好不好？来，来，这个荧光闪闪不老歌唱比赛，赞不赞？赞。好，恭喜我们的得奖者，恭喜恭喜，恭喜，好。哇哦！再来，接下来，你搬到第五、第四、第三。接下来第二名，斗南王清德。恭喜！那冠军是谁呢？冠军就是二轮李四雄先生。恭喜！来，我们请得奖者赶快到台上来。小心哦，小心地滑哈，这边好，来来往前一步，好，处长帮我们颁发奖杯啦，理事长颁发奖金，来，好，来夹个中嘞，站中间一点啦哈，好，来，选手赞不赞？赞，好，谢谢，恭喜得奖者，来啊，算了，来来来，得姓名啊，总干事帮我们唱一下名。张清江、胡伟、张清江先生，来，恭喜他得奖。江先生赞不赞？好的，恭喜，来我们的，来，好，谢谢，来，我们往后一步哈，来，第三名，第三名，明媚张丽娇小姐。哇，赞不赞？好的，恭喜恭喜我们的第三名，斗南王清德先生，恭喜您得奖。来，好，王先生赞不赞？赞。来，哎，那个对，红包要转正哈，让我们拍得到哈。好，恭喜恭喜。接下来是第一名二轮李世雄大哥。来。恭喜恭喜，冠军呢哈！来，李大哥赞不赞？赞。
好，我们请这个处长啊，理事长站中间来。今天的荧光闪闪不老歌唱比赛站不站？恭喜长青组的得奖者！恭喜！来，恭喜我们所有得奖者，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颁奖人，谢谢文字处长以及我们斗六的老人护理事长来。斗南王秀珍，好，站不站？好，恭喜来，我们再稍作休息。好，接下来第九名，望玉大哥，请往前一步。好，李大哥站不站？好，恭喜来，我们请往后一步哈。接下来，谢谢。第七名李丽华小姐，请往前一步哦。来，第七名李丽华小姐，来，我们往前一步。啊，第几？第七嘛，第八，第八名还没翻过。第八，大哥，我敢当哥。来，蛋姐，唔是，蛋姐，第八名是谁？第八名的大哥叫做北港的陈永发大哥。来，陈永发大哥，不好意思，站不站？哎，银镜开甲闭行的呢。哈哈哈！你哪会知这了解？我嘛北港啊，来，恭喜，陈大哥，恭喜！来，不好意思哦。第七名是胡伟林丽华小姐。好，林丽华选手站不站？站。好，来恭喜！来，我们请往后一步。接下来，第六名是西罗洪宪浩大哥。洪大哥站不站？来，手提一下哈，站。好，来，我们请其他的得奖者也都一起到前面来，跟我们的处长还有理事长站。好的，恭喜我们所有的得奖人，谢谢我们的颁奖人。来，我们从这边，请从各位的右手边哈，来，童燕仪选手站不站？站。好，恭喜！来，我们往后一步哈。来，我们换下一位，第四名。第四名斗六林荣模先生。来，林荣模先生，来，红包也要记得拿，红包记得拿哈，秀出来。来，林先生站不站？站。好，恭喜！来，我们换下一位。是颁发第三名口湖林水初先生，恭喜林先生站不站？恭喜哈！好，来刚下恭喜来了，好，然后退一步换下一位了哈，来。接下来颁发第二名斗六王美香，王美香站不站？好，来，谢谢。接下来颁发冠军麦寮许正中，恭喜许大哥。来，文字处长颁发奖杯，理事长帮我们颁发奖金，来哈，拿好。来，许大哥站不站？站哈，来，我们请站。好的。再次恭喜我们所有的得奖人，谢谢，也感谢我们的往，请各位往你们的右手边哈。接下来我们还有特别的奖哦，来受，恭喜麦寮获得啦啦队第三名。哎，刚中心组冠军嘛是麦寮哦。好，来感谢我们两位先。在旁边稍等一下哈，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啦啦队第一名斗六。斗六来，啊，那理事长已经在台上怎么办？处长颁发奖杯给我们理事长了哈，啊，总干事要不要过来一起合影留念一下？来，总干事过来哈，来，我们的斗六站不站？啦啦队第一名了哈，刚刚在表演的时候我就说。那个道具服装都非常到位，很用心，果然拿第一名，恭喜！来，我们请刚刚的两个团队一起到闪闪不老歌唱比赛，站不站？
好的，好，八十几岁了，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呢。啊，来看到前方那边来翕相哦。来看到前方有赞吗？赞。我用暗灯啊，来检讨一下哈。人八十几岁穿安尼，谢谢。我四十五岁穿到才追到安尼哈。好的。恭喜恭喜，来，我们先在旁边稍等。赞呐！好。来。恭喜恭喜。结果我们的摸彩没摸完哦，我们现在。时刻，姓张。哎，没有写住哪里呢？啊，有电话哈，6334889，这有可能是胡伟的哈，后伟对吗？1617379，张东林，张东林在不在现场？大奖要在现场哦，来，主扣朱凡的斗六市老人会理事长哈，这会来，来，咱即个婚姻官。县长杯荧光闪闪不老歌唱比赛，赞不赞？赞！好的，恭喜我们的得奖者！谢谢荧光闪闪不老歌唱比赛，赞！阿妹，你要再来比赛不？对哈！哦，来来来来来，恭喜恭喜！恭喜所有的得奖者！恭喜所有得奖者！赞！哎，咱希望当年拢继续来举办哦，嘿，好，感谢，好，来来来来，谢谢，今天再见，拜拜，谢谢处长，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处长，谢谢，感谢感谢，理事长，谢谢啊，监事，谢谢。谢谢总干事，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明年见，拜拜。